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咱这也无卢斯可，我昨天讲卢斯可，我讲卢斯可啊，卢斯可是啥物啊？还写假类似啥物啊？不算，不算的。纯粹该食黑吗？应该的。黑吗？一个人爱四五千。这贵。我这个。Oh my god！ 东西不缺的。我们整个在讲，整个在讲，整个在讲。安的，哎，安，对啊。今天所以今嘛，陈哥小吃。我买鱼啊。以前我吃过，吃过大小的。我搞的啊，不要去四家二。对啊，我搞的。听天播，一个傻爆眼。我这台袂歹呢，八个五八个钟，全自动，全自动压顺。还不错，现在本钱回来了。投资四百枚，自动就是翻身。老讲日本料理，你不该日本料理。他是名人坊啊，名人坊我感觉袂歹啊。陈哥应该无食过迄吧？可以当后边啊。咱两个才够有食水饺啊呢，搁食迄个食袂了。哎呀，这台做恐怖的，集中。哦，怪怪的讯号。哎，你那是那个转代币的吗？你刚好去转嘿？贵点吧？哦，只要赶快。八十，上济四百粒。第一支摆就加那么多转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两百多转，两千啊，你讲一起，我这个金花都讲一起啊，一起。哎呀，无啦，主要是陈哥啦，咱两个都吃物件。安得住？有吃物件吗？来睡觉。状况好像不错哦，一直进来这里。哦，雀瓜，你也开白了蛤蟆哦，开白了神韵啊！哦，虾钓了开啊！我钓了，这也开了小蛤蟆。你开到几只？上大只的七一一啊，青蛙。太年开了，十号机。但又过神奇，干嘛漏尾料？很多片嘛。这也无差，这个自动就好啊。你这个自动多少反啊？有啊，你无看我拢无咧动。你要抢就好啊。对啊，这也无差，这妈妈五块来尔，百家一门吹而有啊。张老师，轻轻在在剁手二三十万。哦，小怕邻居，连乌龙茶都开啊！乌龙茶嘛，无渡过，我要渡过一杯。西东，快唱歌了。这条歌嘛会歹听，《奋斗之心》，我怕这条拢是要听歌呢。要假贺赶快！为了听歌，先把热门动画。热门动画，陈哥想吃什么？
没有吃过名人坊吗？还不错吃哎，米其林的名人坊，那个是米其林等级的，像粤菜的，哎，粤菜，香港的吗？香港的。无啊，你平时遐有领钱啊？有啦，我小公，我那唔使金花咯，平时。我讲的平时是。是咧哈咯。金花咯，鱼翅我那唔知。有啦，伊个金花咯，该有。无看过。啊，做什么？陈哥拢食咖白食，爱食是我台南的。没有吧，有啦，陈哥讲的得在1928哎。我唔好讲1928，我正常我讲，我讲刚刚这个人不熟悉的，然后我可以直接来啦。哎，好运气好嘛，要这样嘛。真正神奇。这一关加的不错，太扯了。我觉得进来里面可以加100多转都算不错，神奇。对，我这个400枚是我摸彩摸到的，然后就想说来玩这彩听一下歌，就有点小漏漏。哦，不错哎，一直狂加转是，神奇，100多不错哎。哎呀，100多算很猛了，不好看到。巨蟹宫突破，压阵很方便啊。对啊，你的摸台是吗？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全自动，连 RP 都可以自动。那还有218转，这台存真也蛮高的。2.8吧，没记错的话。银色的，马上要进来这里打架，信号很好哦。蓝色。这个再过我就不信，这个信号就是不会过的信号。正常演出。就有机会打架了。找到，干，又找到。神奇啊！都没取代住了。影片先到这边结束，让它放着自动就好。又怪讯号了，再次破掉，猜一个，再来，破了，第三次了，干，第四次你再不破。
又要黄金驱动，太扯了那个讯号，疯狂黄金驱动又不会过了。先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，再欢迎经验留言分享。